吃早饭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们的饭菜已经准备在后面了，先玩个早餐游戏啊，也有机会享受到万荣特色的水上早餐。分成两队，哪边的棚里的水多，哪边就赢。就是针对我呀，我这腿部受伤了。所以这趴由你来做主持人，最终解释权在陈赫。100瓶冰酪，腿酸。哎，水有吗？爷，喝吧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始。快！干啥呀？哦，干啥呀？不玩了，这游戏不是拔河，来啊！这太混乱了。陆哥，你拖他没用啊！陆哥，上头了！陆哥，这是我们队的吗？5、4、3、2、1。明晚我们就要飞回中国了，车钥匙在这里，100万劳力，这是你们所有的经费啊。多少钱？320块钱。你给我干啥的呀？六个成年人呢，你们自己找地方住，买东西吃。我们走了，走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。哎，这就开始花钱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不是一会儿过路费咱给不起吧？啊？我们先看看菜单呗。这些都是人民币吗？啊，那不用看了，放弃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这个房价是多少？房价是92万劳动币。这车里睡了吧？我觉得没了。这里啊，不对吧？这倒的地方有点泰国鬼片的意思。要不下去看一下吧？哇，狗在这儿，有狗啊，有狗，你别过去，就在这左手边。哎呦，老子！干啥呀？这游戏不是拔河，谁拉的？来那里边。啊！不如我们就明天继续，就很开心的自己去玩一天，对，感受一下真正的万下。不给钱我们就做不到吗？天真，必须玩特好，必须。就算是雨打风吹，多么狼狈 ，Every day is good day。你好，变态，大鱼，枪新的吗？在外面，咱们就得找老乡帮忙。亚马，听口音是福建人。我江西的。这个能力来发财了，我请你慢一。我们有点狼吞虎咽，见笑了。没事的。终老友谊真感情，情感永远不能停，珍惜终老永恒情。